姐，怎么这么慢呢？跨境并购案的资料看了吧？都翻译出来啊，全部。嗯，是因为咖啡机里没有豆子了，所以咖啡才这么慢的。跨境并购案的资料我也看了，太多了。 王律，你着急也没用，一晚上干不完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一次的跨境并购案，我想以正式律师的身份去参与。方案我也给了，律所竞聘我也去了，人家郭宇啊，根本不是专职做知识产权板块的，韩律都给他打高分，你呢？ 你干什么呀？天天压抑我，打击我不让我出去，还压榨我的剩余时间，不让我休息，给你做翻译，翻好全是你的功劳，翻不好呢？翻不好全是我的锅是吧？凭什么呀？大姐，刘美玲的合同少了10个 point 呢，我是要跟你一起承担责任的呀。10个 point 别跟我point了，我这很累，我要休息，我要睡觉，杂事都是我来，锅也是我背，饼都不带给我画的，竟然把我往死里弄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已经熬夜加班了好几天了，我受不了了。 牲口都不带这么活的，牲口也要吃饭睡觉喝水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就是要休息，你最好也早点休息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几点了还喝咖啡，小心喝猝死啊你！哎呀，说话呀，好的。 那个，你拿回家去做吧。啊，谢谢王律。去吧。我们把自己当人，但在 CBD 的写字楼里，更多时候，我们只是被当做一个工具，是时代与社会默许的千万个运转着的小小齿轮之一，昂贵又廉价的劳动力罢了。 我想把世界的光都熄灭，只留下一盏落在你眼底，眼上的红。
将它这叫做牺牲或娑婆，还是我的选择。伪装的人啊，银河中找自己，真实的我和你没有人能看得清。为别人解决难题，却把所有负担留给自己，剩下自己。很久没唱了，今天嗓子有点紧。唱的不错，就是这歌太丧了。啊？手里已经没几个案子了，还全都是泡沫，那不全瞎？哎，开玩笑。哎，干啥？别在意啊。幽默。王丽，生日快乐呀！好，来。小月。哎呀，开心啊！喝一个，赶紧。跨境并购案的资料，谁发我一本翻译完的？慧宇，翻译完没有？姐，那个还有三分之一，还差三分之一，哎呀，不着急，也不差这一晚上。我翻完了。你翻完了？人生经不起太多的等待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一定啊，你就跟郑律说，闭嘴吧，都是你翻的啊。爱你哦。哎，小莫，海象怎么样了？老大，他们也开始拿枪拿掉了，不愿意继续推进，怕是有人捷足先登。这种初创公司啊，诱惑多很正常，你继续跟进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您是哪儿的？您这是？哎呀，干啥？这不是工牌吗？哎呦，您这个哪是工牌啊？您是哪层的？我现在要回去加班。啊，我知道。小唐。啊，我知道，叫您放下吧。每天晚上下班最晚的那个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行了，您进去吧。进吧进吧，哎呦，您慢点您慢点，都喝成这样了还加班呢，慢点啊。